这款灯如何安装啊？首先这个牙要把它拧出来，这里要把它拧出来啊，拧到这个最后的牙，要拧到这里哦，会动的情况下啊，放上去，这个钩一定要勾在这个位置，一定这样先下去啊，先下去，这边要卡进去，这个钩一定要对好，按进去，这里要用力气按进去啊，勾住，这里勾住了，你看平了，全部平了，勾住了啊，然后这个会动，看一下，这里会动啊，会有点勾住了，里面会松动，然后开始，这个手呢要推住，手用力推住，手推住，然后这样拧，把它拧住啊，把它这里一定要锁紧，这里手要用力推住啊，用力的推住。好，锁紧，好，放开，你看，全部这里平了，你看，动都不会动，这里一定要推住啊，推进去，然后再锁一下，好了 ，OK， 锁紧 ，OK， 不会动了，你看，不会动了。好了 ，OK。